人气乐团苏打绿世界巡回演唱会终于回到台北，6月15日在小巨蛋举办《当我们一起走过》加场演唱会，好友张韶涵、吴克群、杨丞琳特别到场支持。杨丞琳特意带着男性好友金晴到场，手拉手，毫不避忌。身为清风好友，杨丞琳毫不客气地表示自己是来看清风脱口秀的，不过更希望苏打绿能够来一场有气质的演唱会。他是金老师啊，金晴，然后我跟他都是清风共同的朋友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排除万难的，就是来看他的脱口秀，其实演唱会啦，对。所以有没有期待会看到什么桥段？其实听他唱歌就是舒服啊，然后整个团员之间的互动就很棒，因为之前就看过他演唱会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好。然后他叫我期待一场很有气质的演唱会。虽然宣扬说要开一场很有气质的演唱会，不过演唱会一开场就很是风格独特，别具一格的巨型蜂巢舞台从中间崩塌，以废墟场面为歌迷带来视觉惊喜。去年3月份苏打绿在小巨蛋的演唱会热歌劲舞嗨爆全场，此次特意改革主打慢歌温馨牌，不过依然是看点不断。今天的演唱会慢歌的部分会比你们想象中再更漫长一点，对，但是很感人啊。如果你们昨天没有睡饱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你们该怎么撑下去。